好，请看下面。慈祥为国救民，那你怎么正直代天行化呢？具体，你如果作为官员，你得要有慈悲祥和的心，一心一意为国为民。尤其这个民就是老百姓。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，这个根本稳固之后，这个国家才能够安定呢。所以，救济老百姓就是爱国呀，爱国就是忠君呐，所以。上面说"正直代天行化"是对广大的民众的一种训斥，那这一句就唯独对有权位的人给予劝谏。世间人都称官府为老爷，为什么这么称？老爷。这不仅仅是地位的尊贵，是要告诉你，你是父母官呐，深深唤醒你作为老百姓的父母。那官员呢，就要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的去爱护老百姓。那父母爱护子女，孔子有句话是"父母"。为其计之忧，父母爱他的子女体现在很多方面，但可能更集中的体现在当他的子女生病了，这个父母对他子女生病的那种忧虑、那种忧愁、那种担心、那种想把子女的病移到自己身上去的这份爱心，可能表达得更深切、更淋漓尽致。好，那你要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，你作为官员就得了解老百姓的这种疾苦在什么地方。这里提出三种，如果。你的税收繁重，你的牢狱频繁，这就是老百姓的疾苦啊，生病了。第二，社会安全出问题了，盗贼很多，人们行走夜间，财物都没有安全的保证，这是民之计也。第三，这种气候不正常，常常干旱，庄稼不能收获，这是民之计也。第四，豪强，盘剥欺压，还有那些内，巧内从中捉奸。鱼肉百姓，这是民之计也。所以，你作为父母官，你都要细心体察老百姓的这些疾苦。百姓有一个疾苦，你得马上有一个救济的方法，必须竭尽我的心思，竭尽自己的力量。去为老百姓谋福利呀！你能这样做，上就不辜负国君、父母、乡亲对你的培养啊、任命了，下也不辜负老百姓对你的期望啊，中也不辜负你所学的学问。知识啊，
那么要做到这一点，一定要使自己的心地慈祥。做官的人一定要慈祥啊，慈悲呀，仁爱呀，一切为苍生着想啊。如果离开这个不慈祥啊，很残暴刻薄，甚至权力就为自己谋私利而用，那可就是啊老百姓的灾祸，你自己堕落之因了 啊， 这是不可以的。